嗨，大家好，我就是那个 Alvin。今天呢是一个美丽的星期天，今天我要做的东西呢就是马来西亚人带新加坡朋友们去吃在新加坡的马来西亚食物。哇，好长的名字，我已经念了多少次，然后就 Go Go Go。第一间要来吃的就是安顺涛啦，安顺也是我自己的红涛，是我第一位朋友，他叫 Melissa。 Hello。 嗯，我另外一位朋友他叫 Emily。 他迟到他要请吃。今天我们有 challenge， 不可以用英文。我今天就不讲话了。正好吃，今天风和日丽。哇！哇！第一样是鸡肠粉，第二样是咖喱面。他们看到很想吃了。那么确实啊。确实。这里面有芒果。什么是芒果？你要什么？哈哈哈哈哈！哎呀 ，seems like the parrot pig. Maybe you can mix together with the curry. But your wish is not Anson, right? Anson? It's Anson, huh? The look in Dan is also Anson. 好吃吗？不错，我喜欢。这就是咖喱面啊。最喜欢的咖喱的火椒面，有一点辣，不过是好吃。如果来这边的话，我会推荐要吃这里的咖喱。我要吃咖喱哦。Yeah, let's try the second one. 我已经准备好了。Oh, it's the meat. It's spicy. Yeah. 哎，老板，你的。老板。不可以，后面的菜。不是。你喜欢这个还是这个？你喜欢有辣？我喜欢这个。It tastes better, it's spicy. 我喜欢这个也是，够呛，呛死我。是一个人不可以吃全碗。哇，还有车载我们呢。现在去这 second station， 耶、yeah, ，好饿。去 second station 吃晚餐米。耶，晚餐米，晚餐米。OK， we are in second station， Roxy Square。我们穿得很美耶。我要一个云吞面，不要辣，6块7块，中的。因为现在有新的 SOP， 就是在 Hawker Center 可以两个人吃而已，所以呢我们要 take turn 哦。Melissa 小姐，我们去哪里了？哇，好多晚餐米耶。Yeah. I think we can just mix together.Any differences? This one's a bit sweet. Yeah. 你们呢？等一下，太长了，我要拉一下。你们辣椒的？来，你先。吃晚饭你要吃辛辣椒。Yeah. 如果没有辛辣椒的话，就吃晚餐。不要甜一点。是啊。像晚餐还是？重点。你吃晚餐面最重要是什么？辣椒面、叉烧菜。你讲完了咯。猪油渣，真的嘞，很重要，虽然是很健康，可是最好吃的东西，不错，加了猪油渣，哇 ，Anna she finished her own， 不要惹我们吃完它吧。现在我们又吃饱啦，我们就在这边附近走走。你要带我们去哪里走啊？我们去走走看嘎东这里有什么好玩的。然后带你去卖。
We are at Katong. There are very nice Peranakan houses. There's also a very famous Peranakan place called Rumah Baby. Used to be able to offer dine-in, but no longer because of COVID. But you can still like buy their freeze-pack like plastic meals and go home and heat it up. It's very nice. Can you speak in Chinese? Yeah, I thought we are talking in Chinese. 好棒This is where I cut my hair. How much is it? It's free for gorgeous people. Oh. Yeah. Can you translate into Mandarin? 漂亮的女孩子是剪头发免费的。那你我也很漂亮啊。这也是免费的啊。星期五休息。你可以介绍一下吗，小姐小姐？那个Katong最出名的Peranakan House，颜色很鲜艳。我们去哪里呀？我们去Shudi的家。哇哦！哦，Hello。这是我朋友的家，一走进来，这边有一个 kitchen island， 然后这边就是他的 kitchen。哇，好美哦！你看这边。是我吗？养我吗？等这一边就是 living room area， 然后这边就是吃饭的地方。然后这边有一个房间，然后厕所也是在里面。然后这边是一个做工的地方，很美。还有 projector。这边就是厕所。然后它的杯每次都是很多那种 plan 啊，你看那个很 match 它的衣服。OK， 我们现在来到第三站，你开始饿了吗？很饿。我们要去吃。我们去吃什么？吃羊豆腐， okay. 吃你的豆腐。我不要。现在要吃就是这个啦 ，Lakista 怡宝的羊豆腐。拿食物先，因为现在只是可以两个人吃，所以我们就打包去他家吃，打包我家，去 Emily 家吃。这边是门口进来，然后这边有一个小沙发，还有一个电视机，这边就是吃饭的地方。然后这一边是 transparent 哦，可以看到进去里面。然后这边就是他 work from home 的房间，哇，好美哦。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他最喜欢的 drawing， 我画的，你画啦，这个。是我画的，哇！我感觉你真 talented 的吗？嘿，我有道理。不，这个就是你做工的地方。这是我最贵的一个桌子。哎呦，我觉得你应该买那个 wood 的嘛。那个 wood 比较 match 你的。8000。这边又可以看出去外面。对。You purposely 就是弄成这个有镜子啦。没有，这是前屋主弄的。你在这边 gym 吗？有用过多少次？很多次，没看到。然后 toilet， 很简单。OK 吧？哇哦，怎么你会选那个蓝色的？特别吧，稍微特别，像蓝色更清爽。然后里面呢还有一个厕所，一样的 OK，that's end of the room tour。Okay.
这就是刚才我们打包的这边永豆腐，然后还有新加坡的福建面，还有辣沙，还有这个也是永豆腐，还有这个怡宝奶粉，有那种家乡味耶。这个辣沙 太好吃了，哇，又辣又酸，We went to three places. Which one you like? 我最喜欢就是这个永豆腐。永豆腐吃完了。吃完了，最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沙玛沙，虽然很辣，我吃不完。还有那个咖喱米。咖喱米，早上的。虽然不可以吃了，可是我想了。OK。OK， 拜拜。拜拜，改次见。我必在睡觉。如果你也喜欢我这支影片的话，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帮我按个赞，跟分享给朋友哦。